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欢迎到我家系列第三期。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去到 KL 物主的家，不过今天我们有一个实地采访员，所以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他。Hello， 麻烦你听到吗？现在呢，人是在 KL， 我们刚刚把这些备全部做完，现在我们就来帮忙这个物主来开箱。哇塞，我发现这个物主的设计很美嘞。不过我有看到他这个白杖橱，那你可以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白杖橱有些什么东西吗？在普通上的那个，我们可以看到是用木橱或者是铝橱吧。但是这里呢，我们就是用了全白杠，全啊，不是用了上一次白杠，来跟这个物主设计台的这个上桌，虽然它是非常的很稳、很爽利，然后可以拿来用。最重要呢，我想会显示。哎，那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台面吗？它选择了用 granite 的这个桌面，然后其实它整个尺寸来讲呢是 concrete 的，而里面呢，我们就把我们设计用了不一样的材料，就是我们白杠的那个石的。所以说这个房间的这个阳柜台，它是完全没有搭掉，它下面也非常的好利用，是用这个厨子去做的，那也是非常节约空间和位置哦。那你可以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拉篮吗？好，这里呢，我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第一个篮子，这里呢可以看到我们的物主选择了我们的高上白杠拉篮。对了，刚刚进去了，这个呢是非常的方便，尤其呢这些open台这里放的盘子，你都可以拿到去外面的餐桌，因为呢如果你有盘子你一个个拿出去是非常的不方便，而这样子整个拿上去出去呢是非常容易而很美的摆在你的桌子上，所以呢这个摆杠当然是非常的方便，把你跟清理的它是不会失去的。哎，你旁边这一款是白大条大篮吗？我看它的这样设计非常的方便，也可以放很多酱料的。好，在这个厨房来讲呢，我们有选第二个篮子，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酱料的这一个篮子。如果你有小块的酱料，像你的黑胡椒粉啊之类的，都可以放在上面；然后大块的，就是像鱼之类的呢，都可以放在下面。而下面非常的方便，因为有固定型的这个形状，那你放进去的时候，酱料呢，完全就可以用来用去，这是非常的。哎，还有旁边那一副是 corner 拉篮哦， corner 拉篮很方便是吧？可以节省很多空间。那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款式的 corner 拉篮吗？因为这里是 corner， 就是一个死角，我们顾客呢就选择了我们的欧洲转角拉篮来收纳它的东西，是非常的容易，因为里面非常很难，就是很难去哪里甩要拿到的东西，比这个转角来讲呢，你非常方便，能够福利有的拉展，哎，你要什么放什么就可以了，所以呢这是非常。容易的收纳，而它有这个慢关的功能，所以是非常容易。那非常整个厨都是白杠的，哎，我看到旁边有一个白杠的，这个是白杠拉篮吗？哦，哎，白杠拉篮，你可以过一下，像我上面还有看到一些可以放刀叉的那个刀叉盘哦，这样子来讲可以节省很大的空间哦。好，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它就选择了我们的三零二白杠，像你看到的例子，就是你可以放汤匙叉啊，或者是小小的刀具都可以。像这里我们家里有开一个开水，可以把汤匙插就直接放在桌上，所以是非常方便也很容易清理。而这三个容器来讲呢，都是安环的，都有安环的作用，而它的承重量呢是35公斤。好，我有看到这个阿圆门的设计也是很独特、很漂亮哦，它还是红边框哦。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屋主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这个阿圆门吗？那跟大家介绍我们工厂所制造的这个铝门啊，这个呢是最新款的一个铝门，叫无框无边无框门，或者是市场所谓所叫的这个 5G 的啊，所以呢它是非常的容易打，因为刚才小跟我主持看你为什么他特地选择这个 5G 的，是因为之前的呢是很容易积得了很多灰尘，是非常难打，所以你这个无框来讲呢，你要抹都非常容易清理打理。哎，那你还有什么特别介绍的东西吗？这里呢，我们看到屋主选择了另一个 accessory， 就是这个 built-in dish rack， 很方便的把你的碟子、你的碗跟你的杯，那你洗完了你就可以在这里晾干。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喜欢强调的就是这个furniture accessory， 就是讲说不同的我们在喜欢看的这个 guest room， 当你开起来的时候有慢关，但是我们这个新的一款呢，那你关的时候它也有慢关，所以你的整个厨房是非常的安静的。今天非常感谢飞能够到这个现场跟我们分享一系列屋主的这个设计啊。这里呢，我们非常感恩这个屋主能够让我们来开箱他的厨房，非常的漂亮，所以再次呢，谢谢我们这个屋主，拜拜。
非常感谢这位红军赶在新年前争取好，并且按部排车跟参观。当然，过后哪一个物主在我们剧内购买的产品，想要分享您的装修，可以欢迎在底下留言来找我们。也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那我们。